大家好，我是王梅，是逆转专辑的制作人。这张专辑呢是圣经人物，里面有九个不同的故事，譬如说约伯啊，有巴迪买，有玛利亚，有西营的女人，也有井边的女人，甚至还有十字架上面那个罪犯，在耶稣旁边那个罪犯等等。从这些不同的角色当中来揣摩他们的心情，他们所遇见的这个困难跟他们的那时候的挑战。可是当他们遇见耶稣的那个时刻，遇见上帝的那个时候，他们的人生就有很大的转变。那因为是一个故事性的表达，所以我们的音乐呈现跟以前不太一样的是，以前会以合唱为主体，这一次呢很特别的，我们都是用独唱的方式来传达每一个故事性。当然你还是会听得到有我们好听的和声在其中，但是你可以听到更多的 solo， 代表一个人的心路历程。那这一次我很喜欢我们的主视觉，在这个 CD 的封面，或者是你在 YouTube 上面也都可以看到，用很强烈的对比来表达，有黑跟白。这个黑呢就是表示黑暗，白表示光明。然后呢当中有一个点，这个点很特别，就是当我们跟耶稣相遇的那个点，从那个点开始呢，他就能够带我们的人生进入到光明。2000多年前这些圣经人物他们所经历的挣扎，现在的我们一样同样的在承受这些很多的挑战跟困难跟危险，但是只要我们的生命与耶稣相遇的那一刻，就能够带出爆炸性的改变，能够带我们出黑暗入奇妙的光明，能够让我们的人生完全的逆转。我盼望这一个专辑能够帮助每一个人，就像我们所说的逆转胜，从哀哭变成跳舞，从咒诅变成祝福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。